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简称马中总商会，成立于1990年，是一个非官方、非盈利、多元种族的独立民间商业团体，为马中两国企业家提供多渠道流动平台，创造合作多赢，提升国家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高度。马中总商会创会的前辈一开始就给我们这个商会很清楚的定位，它是设计马来西亚各族的商家有兴趣到中国经贸和投资的一个组织。我们是马来西亚商会里面少数能够融合各个民族的一个商会，而且我们只专注跟中国的经贸。马中总商会过去几年的活动都得到非常显著、非常清楚的成绩，得到马中两国官方跟民间的认可。比如讲我们的马中企业家大会，官方的一种论坛、互相来访、博览会等等，所以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对于青年企业家跟女企业家，马中总商会特别重视，因为他们在未来马中的两国经贸关系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一定要借助于一些商会的力量来帮他们开拓他们这个经贸的各种领域。马中总商会青年团是在2003年4月份成立，并在2018年我们改名为青年企业家委员会青企会，以更贴近企业家的思想。作为青年的商业平台，青企会也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为青年们带来更多的最新的知识与资讯，让他们装备好自己，迎接更多的商机。我觉得21世纪女企业家通过这个平台走出马来西亚，然后走入全中国，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企业家学习，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改变，甚至可以突破自己的企业。我们不只是要学习如何做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女企业家。作为连接民营企业与政府资源的平台，马中总商会成立至今一直与两国政府机要部门保持紧密联系，以确保能为马中企业家提供资源对接、项目对接和海外对接的机会，推动并实施走向国际的拓展策略。马中关系源远流长，经过了45年的这个紧密合作，经贸之间的这个成长，马中的关系呢更上一层。我们在未来展望双边友好邦国的关系朝向新的里程碑迈进。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总会加上全马9个峰会的专业团队，多年来成功让中国数以万计的资方与本地政要商家达成合作。 MCCC being a focused China Malaysia trade organization is very beneficial for us because it opens up a new avenue for us to look at trading with China. China is a country that we cannot ignore. It's humongous and the trade opportunities are big. So for anybody who wants to get into that business or to grow their business, China is a major opportunity. 我们带领友族企业家一同走访中国，不仅让友族企业家亲身体验马中商贸的盛况，也让中国方见识到国际津津乐道的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加深与本地商企合作的信心。2016年，马中总商会已决定强化商会的角色，经过几番脑力激荡，加上后期缜密的策划，隔年一本集经贸投资指南、马中法律常识和大马投资概况等深度资讯的投资指南，在万众期待下正式诞生，使马中两国企业在投资过程更运筹帷幄。为了实际了解中国经济盛况，我们开设了投资中国与投资大马课程，举办一带一路英语论坛，并盛大举办了马中建交45周年庆典，
金钟马钟之间永续的经贸往来与不移的文化情感，继续推动经济改革持续高速成长。马钟总商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积极地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一直致力于中马经贸合作和友好交流，为中马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天的中马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希望马钟总商会各位同仁在新一届的理事领导下继续开拓进取，做中马经贸合作的坚定的支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为中马关系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商业活力持续增强，是全球觊觎的市场。马来西亚则以健康稳定的时局与经济以及多元文化取胜。对于马钟总商会未来的发展，我们办的活动必须要精准，真正能够帮到我们的会员跟企业，能够对接，能够对他们事业有所帮忙的。未来的两国的一个发展的新动力必然是来自高科技，包括于人才的培养，而中国这方面就能够给我们一定的帮忙。而且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国家正好符合贸易国际化的要求，最后马钟总商会一定要尽量的一个机制来够授权给我们的各个委员会、各州的州政会，让他们有这个语域、有这个舞台去表现他们各自的才能。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总商会会成功的一个要素。无论何种企业想要开拓海外市场，投奔最好的资源，就必须选择一个强大、灵活、先进的平台，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Thank you.
Hello， 大家有听到我讲话吗？啊 ，Hello， 大家好，今天晚上非常高兴啊，今天周六的晚上跟大家又见面了。啊，我是此次的我们这个讲座活动的主持人啊，我是大马绿洲房产公司的 Jenny 刘千源，很高兴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呢，是我们马仲女企的第三次啊线上的一个分享会。啊，之前呢我们也是有参与过，那今天呢我们事不宜迟，马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哈。首先呢就介绍一下来自酷酷高级营销经理即 SLK 董事长邱雪莉啊 ，Shirley 你好啊，然后对，然后我们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张氏眼科光学中心的视光师张英玲 Elaine Hello。对，大家好啊。那除了我们两位的嘉宾呢，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女企的主席啊，严海伦 Helen， 她今天也会跟我们一起陪伴我们来做这样的一次活动。Helen， 非常感谢你。那今天呢，因为我们啊，大家都是主题就是在疫情的期间啊，跟大家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分享，因为我们女人其实除了孩子啊家庭啊事业要互相兼顾，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哈，尤其是有的人啊还是怀着孕的 啊非常的辛苦。那尤其是在疫情的期间，我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这种的一些变故，我们女企我们这些女人要怎样啊能够尽快的调整自己，其实真的是要需要我们大家互相帮助，给予互相一些多一点支持哈，借鉴一下别人是怎样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呢会邀请我们的来宾啊，我们的 Shirley 来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啊。我先介绍一下 Shirley 哈，邱雪莉 Shirley 呢，她是马来西亚酷酷啊公司的啊 Natural Chef Official， 她曾经呢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啊，获得2017年酷酷韩国总部颁发的国际卓越销售领袖奖，2018年国际企业影响力大奖，同时呢他也被很多家的媒体进行报道过，比如说我们的中国报啊、企业家杂志啊、姐妹杂志啊，还有上海人物的专访都对他进行过采访啊。 Shirley， 我也知道你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身份，今天你的有一个第二个宝宝要出生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可以啊，大家晚上好。那我也感谢我们的主持人 Jenny，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你现在是几个月了身孕呢？我现在已经八个月了，我已经带着一个很大的球了。哇，完全看不出来啊，好大一个！哇，你看你还是这么苗条啊，身材还是这么好，看不出来。你坐在这里，我完全看不出来，你已经有七八个月的身孕了。这黑色的烟视太好了。哎，我是觉得真的是很好奇啊，你是现在是已经第二个小孩了，对，本身你的工作事业呢那么忙又是很成功，那你可不可以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在你的这个事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你是怎样的一个企业，然后你在疫情当中碰到哪些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情况好吗？好的好的，可以啊，当然可以。那首先我当然是谢谢我们的主持人，今天非常棒的主持人 Jenny 哈，那也感谢马中总商会，然后特别也要感谢我们的女企主席我们的 Helen 大姐还记得我，所以我才有机会来到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做分享。那我就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Shirley， 我是一个女人。那像 Jenny 刚才说的，那现在身份有点特殊，就是带着一个小孩跟大家来到这个直播间了哈。其实我相信大家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并没有想过会有一次那么特别的机遇，就是遇上像在这个疫情的这种状况跟挑战，对吗？因为这个变化其实对每一个人我相信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化，你知道吗？连我一个六十几岁的父亲啊也觉得说太棒了，人生当中有一次这样子的挑战跟这样子的一个机遇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可能下一辈子都没有了，他是这样子说。是，所以我在听他说了这番话之后呢，我就觉得诶，突然间充满力量，因为这是从我父亲一个非常传统的男人的嘴巴里说出来的。那当然我也相信说一切的变化都是一个非常
大的惊喜跟最好的祝福。那我不知道直播间的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了哈。那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女人，说真的，从小自己就觉得什么都不配，因为长得不是很漂亮。然后从一个乡村走到城市，然后到现在可以拥有这样子的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空间跟更好的成长啦，当然是不过当然这样子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是你很成功了，不过对我来说还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空间，这是真的，我是这样子相信的哈。那曾经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我算是一个非常觉得这个上天好像都不公平的，因为做女人太辛苦了。我以前都觉得为什么我要当女人啊，好辛苦好折磨，然后要学的东西特别多，要接受要承担的要付出的比人家还要多，这是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所以这是我过去的我过去的我就是一直觉得说我很埋怨我很抱怨。那直到呢我真的是进入了销售行业，然后直到我正式的开始去学习，哎，人生跟究竟女人有什么这样独特的一个能量在这个世间的之后，我就觉得我太感恩我是个女人了，因为很多事情是只有女人可以做的，做不了的。对对对，只有女人可以做的，比如说你要流眼泪，这是专属女人的、啊。然后女人才可以那么温柔这样子，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很感恩。那当然在十几年前加入了销售行业之后，那也改变了我过去的生活啦。那因为我过去呢从五岁就站在舞台表演唱歌，就身为一个歌手吧，就是一个演唱的，每个晚上就唱歌，然后呢也是一个瑜伽老师。那十五年前加入了销售行业之后就改变了我的生活，真的，因为从销售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很多，包括说 到底在社会当中我们身为一个女人该怎么去带团队啦，怎么去建设自己的事业啦等等，真的对我特别大的改变。那也是我跟 Helen 认识的时候，就是十几年前，那时候我还一个算是一个小毛驴吧，刚出道的小毛驴，三条头发的小毛驴。那对，然后就这样子一路走来，直到六年前我又加入了一个新公司之后呢，那时候就真的是大改革 大突破。因为我还记得我在六年前就是我结婚的第二天呢就加入了一个新的公司，也是销售的。那我就发现说，哎，原来我过去十几年来的那一种经历啊经验啊，就让我很快速的在这个新公司，当然我们的老板也非常就是提拔啦，给我机会，那我就觉得我的成长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开始，真的我们是从零开始，就是市场上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酷酷这个品牌。哎，很多人就说什么猪骨啦，就什么名字连名字都念不出来哦，真的那时候。然后我们就很快速的五年之内我们就可以打造成为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一家公司。那当然我目前带着的团队呢就是一个万人的销售团队，所以不容易，因为就算你真的要退下来你也会想，哎，那我们团队怎么办，有时候会这样子想啦。那当然在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刚才我在分享女人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啊，我突然间想到两句话，这两句话对我来说是特别影响力很大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算是一个老太太，她就说，你知道吗，你要感谢上天让你成为一个女人，因为一个真正会做女人的女人，你会影响这三代人。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我根本都不懂什么是叫三代，什么是叫三代我听不懂。然后呢我一听过马云曾经说男人啊他可以把企业做大做快做大，可是女人呢却可以把我们的企业做好，因为我们比较精心的会去计划跟对，真的是很偏心吧。所以我才发现说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觉得这位女人太好了，你知道吗，然后太有力量太鼓励我了真的。然后在疫情的当中，因为我们想今天主题还是要讲回说在疫情的时候到底我们一个身为一个女人还要带企业还要带团队，我们面对的挑战嘛，对吧。那其实在面对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是极度瘫痪的
因为突然间那个节奏就被打乱了，你知道吗？对，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把你过去传统这种开会的方式跟团队你可以鼓励他的方式，那种见面的这种次数，然后监视他们的业绩，全部策略打乱了。因为那时候新年刚过啊，我们刚要冲啊，而且我那时候是怀孕的，进入的就是第四个月嘛，第四个月就是稳定期，我可以冲的时候，对对对对，然后要我住在家里，我的天哪，我就觉得那我该怎么办。我明明就这三个月是我的冲2020最好的冲，最重要的那个时期哦。对，然后我必须待在家里，然后过去我从来没有这样长时间待在家里的呀，疯掉了。真的天哪， 我没办法。然后可是我真的很感恩，因为可能过去的一些经历让我真的很快就静下来，沉淀了之后就马上告诉自己说，好，现在情况是这样子，那我有什么方法，然后我应该怎么去处理我的事情。那大概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自己的整个那个能量啊，然后着急啊，那种担忧啊，就转化了。我真的太开心。然后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也急速的让自己去成长，所以上了好多课啊，过去都没那么群力过，你知道吗？因为过去你要上课你要飞到一个地方，或者对受到地域的时间的限制啊，是的。然后现在就不需要上网，你就要什么课你都可以马上报，所以一早上听到完，一早上到完。然后当然这些能量的转化，然后这些成长的这些话语啊，真的让我急速的可以改变。因为我在想嘛，大家都是女人，然后在怀孕的时候你知道特别会很容易的就陷入那个担忧恐惧，你知道吗？因为你会担心啊。然后转化了之后就很快速的第一时间让自己链接好吧。因为我觉得女人很容易发疯的，因为我们是荷尔蒙的，就对对对，没错，荷尔蒙。然后快速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呢，连接了自己了之后呢，就开始去处理身边所有应该要面对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感恩是这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当然我们有先生啊，然后先生也是有他的压力，他的公司也是要急速在要转型啊等等，所以真的不容易。不过真的我觉得女人真的可以影响三代人，而且我们一定要在自己很稳定的状态，要鼓励自己，还要鼓励身边的男人，还要鼓励身边的团队，还要带小孩，你知道吗？就像 Helen 以前曾经有一次说过，女人就像千手观音这样，你知道吗？是啊是啊。是真的，我真的特别感恩。然后面对了这个疫情的这些挑战之后呢，我觉得最大的领悟是，我觉得过去我真的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当然我是还有在怎么说呢，吃的也还蛮照顾的，然后有运动的习惯。不过讲真正的就是心灵上的那个健康是还不足的，就是表面健身啊，吃得好，可是心智上跟你的心灵上的那种健康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这次疫情我做了一次很大的排毒，就让自己所有原来还存在的那种恐惧啊等等的，让自己重新再出发，这是我最大的领悟。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面对现实啊，比如说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团队再链接回来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说疫情把我们隔离了，但是我觉得反而把我们拉近了。你看今天就像 Jenny 啊、Helen 还有我们的 Elena 啊，我们可以在这样一面之差，对呀，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更密切了，这是我的感受。然后呢，无时无刻我们想要跟大家来一个视频啊都可以，所以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好的年代，因为有这一些软件啊，有这些器材啊，所以我们才有办法。真的是随时都可以再保持链接。那再来就是我过去真的很少时间跟家里的两老在一起，然后这个疫情就每一天都好像过年家，是是是，一起吃饭然后一起聊天，哎，原来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过去，然后也更了解他们，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感受到我们的爱，所以这就是我最大的收益。当然最大的收益就是把自己的肚子弄大。真的真的。然后我特别感恩这一次可以来到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也谢谢刚我所说的，就是 Jenny 啊，还有马中总商会，还有我们的 Helen 大姐。那希望今天
跟大家短短的这些分享可以就是激励大家，我们一定要一起，特别是女人，我们要一起，我们才可以壮大，然后往前走得更远，好吗？哎，谢谢 Shirley， 我很喜欢听你的讲话，我觉得你讲的全都是非常有正能量，很 positive 的东西。对，就是一定要，就是，因为女人很容易，就陷入了那个陷阱，你知道吗？对啊，对啊，不断鼓励，互相鼓励大家。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像你，你是属于就是内心你自己会主动的驱动自己啊，去排除一些负的能量，然后去吸收一些正的能量。可是有的时候女人可能会，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强，她可能会不太会怎么去啊，去吸收很多一点的正能量，可能会被这种负能量会干扰很多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听你讲了之后，我觉得真的你是一个很内心很强大的一个女人啊，你讲的东西就让我感觉到，哎，充满了力量啊，一个母性的感觉。对，不过其实我过去真的不是这样子，这是真的是自己啊，自己真的想要，你要幸福吗？你要快乐吗？那幸福跟快乐不是男人来给我们，也不是外面的所有物质给我们，是真的靠自己来，对，靠自己的。女人只有在自己恋爱的时候你就幸福，所以我才有这样大的转变。我过去我一直抱怨了，然后一次就觉得这世界不公平，你知道吗？然后可以习惯了，多接触我们的 Helen， 多接触我们，你知道吗？大家这样正能量，跟多跟女企，多跟女企一起做参与一些活动，是真的要选对，你要有这样的环境啊，我们才可以一起啊，对吧？那 Shirley 啊，我听了你讲之后，我就想问一下说，说那个这个疫情啊，这个 MCO 对你的啊生意有没有影响？那你觉得这次是一个危，还是对你来说是一个机会呢？在我的销售的团队业绩里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知道吗？刚刚我们说三月开始吧，三月事业真的是够够力的，马来西亚有一句话叫够够力，就是对对，因为大家消费的人群也在习惯当中，然后销售的人员也在熟悉当中，整个那个 process， 整个那个流程它有很大的改变啊。不过幸好的就是我们酷酷公司呢，早在5年前就建设好这些网上的购物的这些平台，所以呢很快速的，我们只需要转化一些方法跟怎么去跟客户链接的这种方法，那我们就很快就在家就是调整回来。那三月四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业绩是掉了 80%， 对，掉了88,000。很大影响。然后呢很快速的，我们在五月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销售又回来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做了2万多台的，就是2万多单的客户，所以算是很快就转化回来。很不错，哎，很不错啊，这个业绩。很多的企业都说，哇，你们疯狂，哎，厉害哦。对，真的很感恩老板跟我们的就是整个团队，我们 backup 很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开发了一些新的 pillar， 就是新的一些产品嘛，所以才有办法让我们所有销售人员啊，就很快的就重新再来过了，真的。那我还有一个很好奇啊，就是你看，其实我自己的孩子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孩子，我觉得我已经受不了了。你这个现在已经是第二个了。而且你现在已经是7-8个月的身孕，你还要带领这么万人的一个团队在做销售，然后你还要照顾家里，你是怎样做的啊？我真的很好奇。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每个人的重心放在哪里吧。过去可能我觉得我的认知当中，我只会对外，就是一直去跟团队，然后就是事业就很少去跟自己小孩有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我反而觉得说，哎，原来我还有时间呢，过去我觉得我没时间，对，然后现在突然间觉得，哎， OK 啊，两个地方都可以有时间。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因为环境造成，然后现在也是一样，环境造成你没办法出去了，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渠道，然后还是有办法顾好这个团队业绩等等，然后我们还是有时间去跟小孩。然后像刚才Jenny也是说，就是小孩真的不简单，我觉得带团队还容易过小孩。哎，我真的我也是一样，哎，我其实我很想去做工啊，你知道吗？在家里过孩子很头痛。是的，然后在团队有时候你还可以摆一些，你知道吗？我想懒惰一下，
可是带小孩是24小时的，我的天哪、啊、好累哦，没得放，就是没得休息休息真的真的。然后怎么去做到，就是我觉得自己重心吧，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还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你就有办法去分配那个时间，然后时间分配好了之后，方法有了之后，其实很顺的，就一切东西都可以链接。然后最重要就是要放心，我觉得很多时候领袖或者我们说企业家们啊，就是一直要什么都要掌权，就是什么都要自己做，可是我相信的就是我们能够成功或者能走得更远是需要人家帮助我们的，所以放手吧，就让他们去做，说了然后尽量的就是鼓励了，然后让他们去做，放心的让他们去做。小孩也是一样、啊、你是说是这种放权是吗？ delegate 出去，对对对 对, 对、不然你一直要什么都要，我们都是自己做不行的，对、累死了吧。那应该分配出去的就让他们去发挥，然后就像小孩也是一样，要多放心，然后你就不会太操心了。那我们的主席，我们的主席 Helen， 今天很感谢啊，你也是来陪伴我们。那你这个怀孕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女强人啊，你的事业也是非常的成功，那你怀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故事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晚上好。你现在跟我说我怀孕的时候，我的儿子现在都已经23岁了哈。那你想想，回去以前完全不相信呢。你现在连那个都忘记了哈。那我刚才听了这个谢宇的分享之后，真的很多的感触哦。我曾经有这么的一幕，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肚子像还这么大了，也是要快要生了哦。真的挺这个大肚子。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只是替中心神要达标、哦、那时候我们是开了一个、培训的一个 oil and gas 一个课程，那我们必须达标、哦、如果是不达标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啦，这样。所以你把整个精神都集中在这个事业的时候、哦、突然间、哦、才发现到说，哎，肚子好像没有气了两三天。那我先生就很紧张，他说你是不是该看医生了哦？那时你看我的女儿在68岁了，所以那时候我就送我的女儿，结果放下一切去医院的时候哦，那才好笑，医生就说，他说我的天哪，你没有痛吗？我说没有痛，为什么？他说你已经开了2公分了嘞，哦，开了两公分了，你没有感觉的？感觉哦。他讲完之后呢，我才真的是开始痛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就当我看到这个圈里的时候，我真的很多的感触。我觉得女人哦，真的，当我们集中精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自己怀孕，你也忘了。所以集中精神真的是我们讲说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你要专注，集中精神，连你要生孩子，你都可以忘了哦。医生讲的时候，我才记得是啊、哦，原来真的是开了要生了哦，才会痛。好，那刚才我要回应一下这个谢礼哦，他讲的那个就是说在疫情当中不抱怨嘛，就是要多点授权给他的团队哦，这样我非常认同哦，因为在疫情当中很多人在家里都每天都在家里嘛哦，很多事情如果是不能够以和为贵的话，很多的摩擦，很多的抱怨哦，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啊、哦，然后很多的家暴也发生了啊、哦，就我非常认同他讲的那句话，就是这个时候真的是去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抱怨。那如果你不要抱怨的话呢，你必须去感恩呐、啊，哦哎，感恩现在疫情，我在学习跟家人相处，哎，感恩。这疫情我才知道说我们的团队、哦、可以原来上网、哦、然后我们可以团队我们的团队可以这么的亲近，通过 Zoom 哦，这样我觉得我很欣赏他对种对是是，但是跟他讲授权啊，我非常认同授权哦、我觉得我们一个女人这么多的角色哦、这么多的职位哦、要做，你不授权的话，你真的会累死自己啊。就、刚才我听到那个。很多他分享的我都非常认同了哈，不包
抱怨，然后授权，然后集中精神，我们有人做一件事情，人家说一个兔，你一个时候抓一只兔子嘛，然后把东西完成，这是我想回馈的。好，谢谢我们的 Helen 跟我们的分享啊，这个非常也是很特别的一段经历哈，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开了两个指了居然还不知道痛啊。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介绍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哈，那我们这个第二位嘉宾呢，他是张英玲啊 ，Elena， 他是张氏眼科光学中心的啊这个创办人。而且呢这个光学中心呢，它是成立于2003年的啊，我为我们的啊这个社会提供最佳的初级眼科的服务。那啊Elena，其实我很好奇哎，这个你们这个啊光学中心啊跟眼睛店是有什么区别吗？光学中心呢就是以我们的那个客户的眼睛作为最主要的，而不是他们的眼镜，所以他们前来我们的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详细的替他们检查眼睛，然后给他们正确的那个 advice。好像比如一个小孩近视了，我们不是说只是给他配一副眼镜就算了，可是我们还要指导他，教导他如何不要给近视再加深的更加厉害。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正确的基础验眼呢都大概需要半小时左右，而不是进去出来只有5分钟，因为我们对的其实不只是眼睛，还有他整个人。所以等于说你们是不只是卖产品，是主要是卖服务，是不是？对对对。所以说我开了17年，我都是看着那个小朋友变大朋友，然后就结婚生孩子，就是一路看着他们成长。那以莲，你今天跟我们分享哪些内容呢？可以开始吗？好，谢谢简妮，还有 Helen，还有 Shirley。所以我就开始我的 slide。因为我是活在那个电子产品不是很普遍的年代，所以对我来讲是有一点慢。OK， so 我是除了是光学师呢，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提供基础验眼，照顾消费者的眼健康，提醒和教育眼健康的重要性。这个疫情发生了呢，就是突然间所有的东西都停顿了，所以当停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反思，反思了过后呢，我们就要做出改变。就比如我这个年代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大学毕业出来，我对这些销售啊完全没有一个概念，所以我只是硬着头皮就是自己去开店，自己去做。当这个改变的时候呢，就是比如现在改变了，那个新冠病毒来了，就变成了一个新常态。比如说我们就要开始戴口罩啊，勤洗手啊，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不曾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飞机场呢，本来是准备给飞机起飞的，现在呢反而是给飞机停泊的地方。接下来呢，本来是很多很多人的那个巷子呢都变成空荡荡的，好像死城一样。所有那个人与人的连接呢，就是从线下被逼搬到去线上。比如说我们的行业，我们一定要接触那个人，我们才可以提供正确的那个 advice 给我们的客户。可是呢这个转变呢就是乱了，我们是完全是停顿下来了，因为整个 MCO 我们就不允许开店，我们要等到5月8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店。这个新常态呢也让我们学会了用了很多那些线上的软件，比如去开会啊就要用这个，
然后上课啊也是，本来上课的时候是不能用手机的，不能带手机去学校的，现在反而要在手机上才可以去上课。然后购物呢，我们都是上网了，就是所有的人不能去那个购物中心买东西，都必须去这个网购，淘宝啊，这些都变成了我们很熟悉的。比如那个买食物呢，也是要透过这个 app 去购买。这个疫情呢，就是很多人都宅在家里，平时做的活动都改变了，所以呢2020年呢，可以说是新冠病毒是我们的 global pandemic。 可是到了2050年呢，根据一个 research center 那个 Vision Institute Biden Holden， 他是说在2050年呢，就有 50% 的人口将会是近视，这个比那个新冠病毒更加恐怖，因为超过一半的人口。所以呢，我就在想我应该把这个讯息传达给大家知道，所以我就做了很多这些 information 出来，透过这个社交媒体来告诉大家。然后这个疫情呢发生了，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很多，就是家长要变老师，老师呢就要变主播，然后我不曾上那个上 online 的也被逼上 online。 当我们老师那个家长变老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孩子是这么多问题的，原来就是问题学生啊，做功课也不能做好啊，就看书也看走神啊，写字也写漏字啊，跳行的。其实除了视力呢，视觉异常呢也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阅读的能力的。所以呢，有时我们就不要再骂孩子了，其实他们需要的呢是一个眼睛的检查。就是在这个疫情呢，我就做出了改变，就在线上提供了护眼知识。本来完全不活跃的那个面子书呢也要搞起来，就是放了很多很多这些就学会做那个会的，还有在 Instagram， 还有在 YouTube， 连我本来那个很老土的那个 logo 我也去换了这个。可以说呢，这个疫情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们可以在线上跟不同国家的那个医生互相学习，我们可以就是在荧幕上就可以见到就可以跟新加坡啊、德国啊、美国啊还有印度的互相学习，这是我在这个疫情中最大的收获。所以呢，我们就要学会变通，要及时调整脚下要走的路，然后呢我们才会有更好的明天。谢谢大家。谢谢依恋，你的分享我觉得是很专业一个人士给我们的分享。因为我小孩啊现在也是7岁啊，所以你有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小孩子的问题，可能是需要家长带孩子去做一个检查，是不是？是啊，其实呢就是在还没有近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预防近视，就是大概在3-4岁的时候，我们就要替他做一个检查。我们要确保它是远视的，因为当眼球越来越长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没有近视。所以当我们在4岁、5岁的时候呢，我们查了，就是发现它连那个远视已经没有了，我们就要提供一些劝导，就是说多增加户外的活动，多晒晒太阳。这样就可以预防近视，因为近视一旦发生了就无法逆转了，它是不能回头的，就是跟着我们一辈子了。那其实来讲的话，你做的工作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帮到很多人哦。是啊，所以我才硬着头皮走了这么多年了。就是完全其实你的这个生意啊，你的这个业务
你的 family， 你的家族之前有人做过吗？我的家族是没有，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公务员，都是老师。所以、就是你自己、yeah. 自己开始的这个业，这个生意，这个业务。对 对。哦，那你当时自己开创这个业务的时候，这个事业也是很辛苦吧？因为都是你的家里人也没有完全做这个行业的。通常做眼镜店啊，或者做像这种光学中心，通常都是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亲戚这个家族生意一代一代传下来。像你都以前都没有接触过，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很大的勇气，我觉得。当时就是不想太多了，就是说，因为当时在十多年前，光学师呢。大家的对光学师的印象也是不大有的，就是觉得我们就是做眼镜嘛，其实他们不懂，我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我们是照顾他们的眼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在市场上光学师实在太少了，所以我就想出来提供这个服务给大家，然后直到现在十多年后，我们光学师也是渐渐的多了。以前只有那个国民大学提供这个科系，不过现在已经很多了，因为眼睛毕竟只有一双嘛，又没有那个 spare 的，所以这个要好好照顾。那你当时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吗？就是因为我是觉得说好像你刚开始是很有勇气，可不可以讲一点，比如说你当时经历一些故事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就是没有想太多，然后家里的人也没有反对说我开店，然后我就这样子去找个店务，而且我找的店务那个地点也不是很好，没有经验，只是要租金便宜。租金便宜，装修不用太多，就这样模模迷迷糊糊的就这样子开始了。但是你可以坚持17年哦，这个也是相当不容易啊。是啊，就是硬着头皮啊，也抱怨也没有时间抱怨啦，真的是，就每天忙。那现在这个 MCO 怎么办呢？现在 MCO 的话，你们是应该是因为你们的工作是要跟人接触，对不对？因为要帮他检查眼睛。啊，是啊，所以就 MCO 就没办法。可是我有把电话留下来在我的店外面，所以有些人他们会打给我，比如说眼睛出了状况啊，眼睛红了怎么办呢？我就会叫他们录那个 video 给我看，然后我就会 advise 他，因为当时候他们也不敢去医院啊，是啊，也不敢去见医生啊，所以我就看了，我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假如这个症状还有的话，就真的是要去看医生了。那现在来讲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了，已经重新开了，是不是现在？对啊，是会好一点了。因为毕竟眼镜都是必需品啊，尤其现在啊，疫情在家，我们的工作量都加很多，对这些电子产品都加了很多，然后也有很多眼睛也比较容易疲累，也是会比较容易干。看来其实我也应该去检查一下我的眼睛了啊，你也是提醒我了。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是需要去检查一下眼睛的，今天也是跟你学到了很多的这个很有用的一些讯息。那 Helen， 你听了之后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我好喜欢他刚才讲了一句，家长变老师，老师变对呀、啊、很多老师都是在被逼的时候呢就成长了、可见每都有潜能，但是那个潜能呢是在环境所逼之下呢竟然发挥出来了、那我好喜欢这一句、真的是听了之后很好笑，不过确实事实。然后我也不知道说原来可以通过这个 Zoom、通过这个网上看眼睛、在这个疫情当中，那
possible 变成 possible 去了。对呀、啊，是。我真的不知道说，刚才你有分享之前，我以为就是开个眼镜店、然后就是卖眼镜这样，我没有想到后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就比如说眼镜，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不能够从外表来看一个人怎么心理生病，从他背后里，就是我们需要通过很多的教育，让父母亲知道，让孩子知道。那我本身，今天听他这样子分享之后，有一点点的改观了、对这些眼镜店的看法，这是我想说的。那其实我也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因为我觉得以恋其实从事的这个是很专业的一个行业哈，很 unique 一个行业。那如果是一普通的人的话呢，他可能不能够坚持这么久。如果说他经常会被一些干扰到，说有的人会说，哎呀，你这个赚不到钱的啦，你不如做眼科医生啊，或者做什么其他的。我觉得Elaine没有受到这些干扰。刚才他说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哦，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抱怨去想这些事情，对不对？就说明他很 focus。 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女人啦，就是大家是做一个企业家，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一定要很 focus、不能够很分散啊，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就是其实对我们的事业来讲话呢，这个 focus 是非常重要的。那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一些挑战哈，不能说太就像以恋说的根本没有空去想这些东西，就是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啊。这个其实说的很简单，其实如果要做的真的是很难啊。我觉得这个我听了他讲的这个事情，我让我的很有感触。其实像我们做 property， 你像我大家听我的讲话都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哈，我是在8年前从北京呢然后嫁到了马来西亚啊。我以前也不是做 property 也不是做房产这个行业的，只是我来了马来西亚之后，我觉得哎，这个房地产的行业，马来西亚房地产的行业很值得去学习去了解，那我才开始加入这个行业。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完全不懂，好像一恋这样子，我家里人也没有人做 property 的，没有啊，所以我就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也是一点点学，我就很有兴趣。我觉得做一个事业呢，这个你每个人做自己的事业一定要很有热爱，你一定要爱这个事业，你才能够全身心的去投入进去啊。所以我就做了之后也是一点点慢慢做，现在哎越来越有兴趣，然后也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越来越知道啊我是做 property 做房产，所以他们也会愿意跟我了解多一点关于房地产行业一些信息。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一个人呢他一定要对自己的事业很热爱。比如说像舍利，如果他不是这么热爱自己这个事业，你想啊，他大的肚子他干嘛要辛辛苦苦的，对不对？还要去跑来跑去啊，跟万人去 sales 去开会啊，去工作啊，对不对？他根本就是如果说他不喜欢这个工作，他根本早上起不来床的，对吧？我们大家都是做自己热爱的事业，所以才会有这种大家都是有同感的。如果说你做的是不喜欢做的事情，哎呀，早上不想起来啊，不想起床啊，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每天早上都迫不及待。你像我礼拜，比如说礼拜一上班啊，礼拜天休息的时候，我到礼拜天的晚上，比如说礼拜天白天我都没有精神的，就哎呀，好想睡觉一样的。然后一到礼拜天的晚上，哇，一想到明天要开始做工了，要开始很多东西要做啊，就很兴奋，哇，写，要计划好礼拜一要做什么开会呀，要做这个做那个，都是很兴奋的。所以说，你对一个事业的热爱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是想这次跟我们的女企的这些朋友啊会员进行这样一个分享哈。Helen， 我从你身上也是看到了你对你的事业是多么的热爱哦。就是怀孕的时候还可以一直想着你哦，要怎么样去冲啊，去做培训啊，把自己business做得更好。这个是真的是要持续。你像以恋，他做了17年，他还保持这么有这个一样的热情，这样的一个 passion， 一直想怎样能够帮助他的这些客户啊，帮助这些小朋友啊，以后的眼睛能够变得更好、更健康一些。这个是他除了有事业心，还有很强的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啊。我们都是要为这个社会来付出，不是只是说简单的赚钱这个小事情。我们都是有担当的女人，对不对？那我在他们两个身上哈，我还看到什么？你知道吗？女人哈，当她在这个同时要兼顾自己的生意跟家庭的时
家庭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他们孩子很小，当你孩子还在小学以下，就十二岁以下的，他们两个的两个孩子嘛，对吗？哇，这段时真的很难熬的。我很记得我两个孩子，他们有一段，我最记得一次，我刚刚真的往国外去的时候，我在北京，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女佣在家，那我的女佣呢跟我做了九年了之后呢，她就回国了。那我跟我先生就要安排好，我们两个人说好了，我去中国北京，那么他就留在家里。但是突然间有一个很急的事情，他必须飞去印尼，我很记得。他刚好家里就剩下两个孩子，我的女儿9岁，我的儿子14岁，说他们每天早上就要去上学嘛，女佣不在了，结果我在北京打电话回来。早上5点哦，5点打电话叫我起来，我就自己起来，然后我就跟他的哥哥说，你们两个他们自己弄早餐从走啊。哇。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我请的司机就这个好了德系司机我常常跟他保持联络，我说你要把孩子带去因为我的女儿那时候是读华小，是读昆城了，那把他带去昆城了之后，然后才带哥哥去德国学校，带爸爸留起。然后你知道吗？那时候做妈妈的真的你又回不来，然后先生又真的是很急的事就把他们两个小孩子，反正他们都是因为我先生是德国人，他们的他觉得孩子9岁了一个14岁是可以自己独立的，家里没有女佣，哇，那时候在中国然后心呢其实是在家里，这两个小孩，我五点就打电话给孩子了，然后孩子跟我讲，妈咪我起来了，你不用再不要再打第二次电话来了，你知道吗？我突然间想到这段故事了然后这个孩子他们也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环境嘛我跟孩子的时间是那个而不是那个量但是我们关系是很好，所以我看到他们两个身上，我觉得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因为孩子还小，等到孩子他们去中学的时候那我觉得是比较轻松。太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熬过来，要上8:05啦，等一下要上画画课啦，等一下要去上游泳课啦然后妈妈这边又接电话啦，那边又做，真的很快就熬过去了。那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儿子23岁了，女儿19岁，28岁了有不一样的问题的，不一样的挑战了所以我觉得看到我们两个身上现在孩子还小真的就很多的回顾啦就是这么一段。我看你讲的女人要热爱自己的事业当你有热爱的话，你有热忱的话你真的是甘愿做甘愿受没有渊源这样子也比较快乐了是的。那好，那我们现在现在所有的网友，大家刚才听了我们舍利和我们依恋的分享，大家觉得这两位嘉宾怎么样讲的内容？如果你们觉得他们讲的都非常棒的话呢，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旁边可以输入我们的 AAA 三个 A 给他们来打一个 call 好不好？来 AAA 三个 A， 耶、yeah! ，好，哇，开始了每个人。如果觉得我们的嘉宾讲得非常的好的话呢，那我们就多多分享三个 A AAA 对感谢大家，对大家觉得这个我们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分享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现在也是进入我们的问答的环节，如果大家想有问题要提问我们的舍利或者问一下我们的 Aileen 欢迎大家留言哈，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留言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留言给我们两位嘉宾。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其实在大家想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也是说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让我来问一下的，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舍利，我觉得你们已经从思想上已经转变过来了那你们在这个从online 就是现在转型嘛，你们线上的销售来讲的话呢目前来讲的话呢，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的线上的销售现在？
以我的就是我们姑姑的体验来说呢，线上线下现在是还在配合啦，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主张说线下这一些客服的这种人跟人的接触啊，还是老板坚持想要继续做的，然后变成线上呢，就是现在额外的一个渠道。然后怎么去做呢？就是在销售人员来说呢，就要懂得怎么去在线上分享啊，然后怎么样用直播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然后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毕竟现在还是人跟人之间还是要有一些距离的SOP， 就是你要跟嘛。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呢就变成说销售的人员就要很快速的去懂得说那怎么样去让市场的人来看到我们，所以这是过去比较没有在线上做的事情，可是在这个期间呢就要很快速的怎么样去在线上啊曝光自己啊，不是曝光了，应该是说让自己的那个曝光率增加，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很多人就说我是谦虚的，我要你知道吗 low profile， 然后对对对，可是现在你还 low profile， 没有人看到你了，是别人看到你了，因为太多了，你知道吗？然后你怎么样去让自己有一个品牌或者定位在网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不是说你喜欢跟不喜欢，而是你一定要，你没得选择，除非你要做回那种 Nokia 的年代，你还要可能吧的年代，那没办法，所以是时候说怎么样去让自己站出来啊，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跟变化。对，好，谢谢 Shirley。 那以琳啊，你有没有对我们这些家长的呢给一些建议呢？就是说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小孩子就是三四岁的时候最好呢就是可以去检查一下眼睛，那还有什么其他一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这些家长们呢？就说就要带小孩多一点去外面做一点户外的活动，然后假如小孩有一些不能专心啊，然后写字写倒转啊之类的，还是他们看那个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看来看去都看不懂，这有可能是有一些视觉的问题导致的，所以就先不要生气那个小孩，就先把他带过来检查一下。那通常比如说像你这边的话呢，他们是需要跟你提前，现在是已经开店了，所以他们还需要提前跟你预约吗？还是说直接可以去你的店？就现在都是要提前预约的啊，因为我们不想太多人同一个时候来到店。是是是，那好啊，那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继续关注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嘉宾分享的内容都非常的好那其实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说迟一点，如果大家看了我们的直播，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给我们留言的。我们的嘉宾也是会经常来看我们的留言，给大家进行一个反馈。那我们其实来讲呢，今天呢，我觉得分享呢是让我觉得是很有感触啊，我获得了很多的正能量啊。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马中女企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感谢我们的主席 Helen 能够跟我们分享她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些经历。那其实来讲呢，我们女企呢是马中总商会下面的一个在新成立的这样一个女企的协会。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说能够通过分享我们的事业的一个经验呢，然后通过分享我们的家庭怎么去能够 balance 啊，能够让我们的女企的协会的会员能够共同的成长。所以其实呢，大家要多多关注我们女企的 Facebook， 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在 recruit 新的一个 member， 如果其他的一些女性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呢，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哈，也是欢迎报名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团体。那其实来讲，我们这个在疫情期间的这个线上的讲座呢，现在呢是与女企今天主办的是第三期了
啊，我们其实还是会继续的举办下去，可能还会有第四期呀、第五期啊，每个月都会有定期的。大家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啊，我们会定期的啊跟大家来进行多多的分享。每次呢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分享，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角度给大家多一点的启发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多关注、多 like， 要 like 我们的 Facebook。啊，那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哈、了解了这么多的讯息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呢，可以跟我们留言。那不知道我们的 Helen 你有什么其他想给我们女企的会员呢多多一个补充的吗？今天我想说的哈，疫情是一个无常那么这个无常的发生肯定是来让我们学习的那这个无常发生了之后呢，很多的企业很多的生意就非必要改革那就好像很多是往线上去也是一种改革，那是讲我们是讲这个那其实改革呢你必须要有纪律的如果一个公司改革没有纪律的话它是很难成功，所以我只是想让大家 我自己的分享是我觉得我们去接纳这个疫情已经发生了，然后我们慢慢已经走出来了。像回去办公室的时候呢，每个都要先枪了一下，打开一枪，然后要先洗手，不是洗手就是那个sanitizer嘛，对对，然后才能够进办公室。然后慢慢的，人是从不习惯开始，然后就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所以慢慢的，公司就开始。要被地而变嘛，都每个都在讲说改革，但是我就看到了，其实改革不是这样子改就能够成功的，改革的背后呢，一定要有纪律除了纪律之外，你还有很多的，我们讲的是品质跟你的素质如果你是在服务业的话 ，service industry， 像眼睛啊，或者是培训这些我们工程师做的那些检测。这些我们都是讲我们的 product 服务业就是人嘛，是人，你就是要讲素质。那如果像这样他们讲的是 product， 那个 product 就是一个品质那么当中我相信不管是服务业或者是制造业或者是 trading 贸易业什么业都好每个都在创造嘛。那么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在改革中呢我觉得我还是认为改革成功的跟不成功背后呢，这个纪律是很重要的，那种纪重的精神也是很重要的还有那个热忱今天这两个女企呢都已经分享出来这是我想总结的谢谢大家。好的，谢谢 Helen。 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观众呢，他有一个问题他是想问我们的 Elena 眼科专家，他说如果这个小孩子他的近视比较深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吗？假如小孩的近视比较深的话呢，我们就要先做一个检查。我们除了检查的度数，我们还要检查他的视功能的。然后就不能给他改善他的视力，只能够缓慢他的近视加深。假如是近视在一年里面呢加深了超过75度，就大概100度 and above 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孩要特别关注了，就是要采取一些好像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镜片啊，还是采取其他的方法来缓慢他的度数增加。通常度数加深的比较快的年龄呢是在大概8岁到12岁左右，这段期间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段期间就是小孩增高比较快的。当小孩增高比较快呢，我们的眼球也是跟着拉长比较快。所以说现在近视其实我们不是专注在那个近视多少度啊，其实我们是专注在他的眼球变得有多长。假如是眼球越长越长呢，就是以后有那个眼睛疾病的风险就会很高了。好的，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问伊莲的，就是如何去预防老花。老花是到目前为止是不能预防了，可能将来他们
他们有一些有一个团队在研究的，就是特别的一个眼药水滴下去，就每一天滴一点滴一点，他就会还就可以看到近，就是其实老了就是老了，就是那个时间到了，就是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化，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是不能逆转的，目前为止是不能，将来就不懂，因为这个眼科方面他们日新月异，所以说哈，我们也上课也是上的来不及啊，每一天24小时也不够用，太多新的资讯了。那就是说没有什么办法去提前去预防的，是不是？这个是自然的。就老化就不能预防啊，皱纹也不能预防嘛，一样的。就是其实来讲啊 ，Helen， 没有，我是说是不是就是啊，也是要经常给眼睛多一点休息呀、啊，多去户外做一些这个眼看远一点的地方啊，会好一点哦。啊，对呀、啊，放松一下。Helen， 你刚才想讲什么？镭射，那我想问他，对这样子的镭射有什么看法？就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会带给有什么反应吗？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想，你是说那个激光手术吗？那个镭射吗？你是说那个镭射是镭射吗？假如是那个镭射呢，那个修正那个近视的呢，因为就是因人而异，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根本就是很讨厌戴眼镜，然后穿隐形眼镜呢又穿了眼睛太干了，长期这样子穿下去对眼睛也是一个折磨，所以他可以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他适合不适合做，假如是适合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考虑了，不过提前要先了解这个手术带来的一些后遗症啊风险啊。好，今天就是请到我们的专家给到这个很专业的一个知识啊。我首先这个等到我这过两天有时间，我先带我儿子去检查一下。现在 MCO 这个小孩子他们就是经常会在家里没事做，然后大人如果很忙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丢一个 iPad 给他，给他玩那个 game 啊什么之类的。啊，对啊，其实会对他的眼睛也是不是很好。是啊，是太小的小孩就不适合看哦，就你要控制他用那个 iPad 的时间，就在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叫他休息一下，20分钟就要休息一下。对啊，而且他的姿势要，他的坐姿要对的，而不是像躺着啊，还是头太低啊，头太低也是会引起我们这个颈椎的问题，脊椎的，对对对，现在我觉得刚才那个 Helen 也是提到说，现在的小孩子啊都是上课通过网课，上网课嘛，包括练跆拳道啊，现在都是网课，啊，都是看着电脑来学习，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MCO 真的对很多事情都发生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可能以前我也不习惯说是 online 的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可以见面不是更加好谈嘛，对不对？更容易交流。但是就是现在被逼迫的，我们现在用线上，比如说我们用 Zoom 啊这种互相交流方式，我觉得慢慢也是习惯了，觉得也不错，是不是 Shirley 啊？是真的，已经习惯了。反正现在你说要出去见面，我觉得还蛮烦的。对，你还要开车，还要开车出去啊。对。啊，然后啊，对，又是路上啊，很多时间都浪费了，不如大家直接就是开一个 Zoom 的电话会议。对，更亲近，对吗？对。现在呢，就是可能你每天你开会的话，现在像你都怀孕7-8个月了，那你每天还会跟你的团队啊要开会多长时间吗？蛮长的，其实我们有定期就跟我们的director 是叫director 就是比较高职，就我们的上司，对，我们是每一天早上8点就要开会，
然后对，然后再接下去就是自己要跟我的总经理，然后再跟经理，然后再跟销售人员。对，不过已经习惯了，就变成，对啊，就习惯了。虽然是时间安排的很紧啊，不过真的是习惯了，反而觉得省了很多以前啊塞车啊 parking 啊，然后对对，真的，反正有效率吧。是是是，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对，嗯。那目前很多人都在网上卖东西嘛，对不对？那你们跟竞争之间哦，回到这个生意上的问题，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一块呢？就你们怎么定位啊、在你们产品？哦，就是在网上卖产品对吗？所以刚刚我说我们还是网上网下都是在做一个配合，就是我们还是坚持网下的，就是这种实体店的，因为我们全马大概有500个这个实体店，不是店啊，就是这个 store， 我们有500多个，所以还是没办法去放弃。然后我们相信。再怎么让整个世界改变，或者马来西亚都做网上，它还是需要有实体店来扶持啊，就是一定要有的，所以不能完全全部搬上线，因为我们不是微商嘛，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在马来西亚的一个企业。然后在线上的话，怎样 differentiate 就是说我们还不是说一定就是要用这种网上直接让推卖的这种方式。就是只能够在做教育啊，在做宣传啊，在做一个品牌的宣导这样的方式而已。因为怎么说来说那个价钱啊，它还是没办法像一些网上的那种购物啊可以来的那么疯狂，就是我可以买一送十或者买一呢就扣很多，我们还是不是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宣导然后教育然后宣传，就是品牌上面的这些 branding 能够做到而已。对，在酷酷的话我们还是这样子。那非常感谢今天各位嘉宾的分享啊，也感谢我们的主席 Helen 跟我们的一些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的线上的讲座呢差不多就到时间了啊，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那我们下期见咯，拜拜。谢谢大家，拜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OK， 拜拜。拍张照吗？啊，讲。